和尚是会看 A 片的吗？和尚不应该看 A 片，但是看了 A 片也不行。我是帮忙问的。那你呢？可以跟我一起跳一个性感舞蹈吗？你啦。哦。还可以啦。有在拜佛有。不行，我腿软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太密集恐惧了，你就不要吵啦，你不要走，很可，你很烦呢。因为我们来到的台南市呢，这边有一个小普陀山一定要来的，然后万佛寺哦，都非常的拜见和尚。对，他们说很特别，但是我也不知道特别在哪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好好的看一下，好啊，对对。他们在那边接待我，在哪里？哎，有看到了，委托人，委托人，你好棒，是吗？你是我们委托人吗？嗨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找到委托人了，是我们的小志工，而且他这几天也有来参加我们的儿童营哦。都有在寺院走动，所以他对我们的寺院的大殿的佛菩萨都很了解，很了解，真的很了解。给我们介绍一下，那我们大雄宝殿最中间的那一尊是什么？释迦摩尼。哇，释迦摩尼佛，他的手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？摩尼宝珠。哦，摩尼宝珠。那我们手上还有托着一个宝塔的是什么佛呢？药师佛。哦，药师佛。那药师佛另外一边的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宝物是什么呢？莲台。哦，哎，他真的都好青春耶，他真的都知道啊。他是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来这边吗？刚好现在是暑假期间，对，我们寺院办了3R儿童营，来了好多的小朋友。哦，我要顾小孩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各有各的才能，你的才能是。喂奶，喂奶，对，他刚刚说了嘛，你们需要喂奶吗？弟弟，弟弟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一起玩，好，可以一起玩 ，OK， 好哦 ，OK 的。那等一下是不是要带我们进去，然后拜见这边的大家长？对。欢迎你们来。对，来到台南就一定要来到我们这边。嗯，对，有主要有两大特色，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建筑有没有很特别，对吧？那个是我们说道是道教天神啊，对，帮忙他在定中告诉那位建的那位负责建的老尼师，嗯，然后在定中让他看到。还有第二个很重要，一般人我没讲没知道，以前的节目。我都没说到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什么事情？这三这五尊哦，五尊，这五尊绝对是文化遗产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他们是一般道教所说的瓦陀火土，火土一块一块的活的土哦，没烧过，没有打磨这样，然后精炼过之后一块一块堆叠出来，由人工造出来的像。你看这三尊哦，你看这三尊脸型。它不是用模子做的，它是用刻的。No， 用手这样捏出来，手工的火土。也就是说，我如果现在把它刮一粉土下来，我可以刮出活的土来，或墨水还是溶解的，很厉害。我们古时候讲说泥菩萨过江，有没有？对，它就是真的是泥造的。世界已经没有了。它是最大的，所以它还是可以很坚固的在这里，很特别哈。我想问哎，那这样出家是可以结婚吗？出家前可以结婚，出家后不能结婚。真的假的？那会起就是会看到我们会开心兴奋吗？哎呀，还好的，因为其实你们年轻呐哈啊，又有朝气，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啊，不能不年纪有这年轻的身心，然后老老的千万不要这样，很舒服。那如果出家的话，还可以去上酒店或什么的吗？度众生可以，但是要特殊的有能力的人，你说有钱一点的才可以。哎，不是，是有定力的人。哎，酒家女也是众生啊，也要度啊。外人也要度啊，有没有道理？也是，所以佛教不会把人分得那么标签化。因为刚才有人说他想问一个问题，然后我帮他问，可以啊。就是谁？他们说，所以不是你吗？外面的人，外面人。他们刚才有说很好奇，就是和尚是会看 A 片的吗？和尚，和尚，
和尚不应该看那一片，但是看了 A 片也不会。我是帮忙问的，我帮忙问。会怎么样？也不会死，也不会死。但是也不能，就是看了也不能起色心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你只能单纯看一个，就是很平静的心。他叫出家人，他就是要离男女，男女嘛。啊，你看那个，你看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会犯戒啊。那这样子可以直接去结扎吗？还是不用，不用结扎，因为他根本就不行。结扎是因为还要生男女，还有那个动作，他才需要结扎，不想生。他今天又不有那个动作，他干嘛结扎？对对对，啊，那我问一个问题哈，比较正常的问题。没有了，他也很正常。他也很正常啊。那我就是还是想问一个，就是我刚刚叫你是师父，不，我刚刚讲是和尚，真的叫错。然后和尚师父有什么差别？师父是通称，师父是通称，在一个寺院的环境当中，和尚是尊称，和尚是这间寺院的主负责人，只有一位，对，理论上是只有一位，勉强还有第二位叫做叫做首座和尚，他在和尚之下，所以你其实那是尊称。但是呢，在不同的语境，你比如说在马路边，在小说里头。说你是和尚，很可能就是轻视的你。不同的语境当中，对对对，这样对不对？啊，你去当和尚了，这个是不好听的，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和尚灵工啊，这个超难听的，是这样。但是你如果在寺院里，对，只有一个人能够称和尚，你随便称还不行。对，哦，是哦。而且我真的发现，我觉得来到这边呢，觉得跟外面的寺庙那种不太一样，氛围不太一样，因为我觉得你好活泼。其实佛教本来是这样。哦，那你呢？可以跟我一起跳一个性感舞蹈吗？你啦，还可以啦，有在拜佛有差啦。哎，我觉得这边真的感觉啊，就是给人家一种真的很自在的感觉，就是不会像一般的，就是我想象中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很严谨，对，会很严谨，然后不敢讲话。哎，那和尚他的话比我们多，而且很厉害，而且感觉就是如果例如说有些人。会做坏事或做错事了，就是可以来这边问事，然后或是想要修行，我觉得就这边会让人很有自在的感觉，就是你会很放心去交给他们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回答不会是说哦，他会觉得不可以什么，对，就是不会否定你一切，不会否定。而且我觉得最惊讶的是，爷爷你竟然。讲什么？问什么问题？哎，我是帮别人问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拿他的，而且你不敢问，我又不敢说，很敢，我根本不想知道。大家很敢，大家真的要谢谢我。对，但是他可能大家想知道，大家一定会好奇，他很愿意回答你。哎，对啊，他也没有，他任何没有一秒呆掉，他真的是很厉害，就直接很顺的回。而且刚刚你要求跳舞，他也可以。对，我以为他不会跟我一起做，然后说我不会，他说我不会，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扭动。他会让人感觉相处起来很舒服啊。对。我们现在来做正事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现在要工作了，对，要付出。对，那接下来这些小朋友就要交给你们喽。我们待会要带他们进去里面做我们的 RPG 活动。RPG 活动，对，没错，夏令营的那个 RPG 活动。对对对，待会要进去的是我们的小普陀禅修公园，里面的路很崎岖，而且很多神秘的地方。待会大家就一起进去吧。好，探险去，探险。嗨，我们来。我们来接待你们了，对，好，各位小朋友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跟你们说，因为小朋友他们现在都在忙着寻宝，所以呢，我们三个就自己来探险。好啊，哇，要小心哦。这边好安静，是蝙蝠吗？是吧？往前，往前。哎咻！不，我听到一个吱吱的声音了。这边是蝙蝠，我不敢过去。哎，我听到那个。啊，我身上有刀，我会变成蝙蝠侠吗？不会，你先送医。你会变病人。你们不要那么大声啊，我好轻哦。
时候我会被攻击。不是他们，对，他们都吊挂在那边哎。26、84，好恶心哦！我也不知道怎么算数了。他手会，他停在我身上吗？肯定不停，不可能啦。你以为他们受过训练？我觉得这里真的很壮观哎！天啊，我真的人生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场景哎，就是蝙蝠这么近，我觉得以前都是那种要用望远镜，然后才看得到。哇，好哇，还会不会搭配在我们头上啊？哎，你担心的点很怪，我担心的点很多。我在想中午时会掉下来。哎，对，哎，我们往前走，我们会走吗？对，够够，哇！他们俩会生气吧？哎，很想看又很害怕。哎呦！哎，来，哇！哎，敢不敢用的蛋子？敢不敢用的蛋子？好，好，走路喽。哎，我很高哎，我这么高，还好我最矮，155，根本撞不到我。哎，这里全部都是超多的，慢慢的。真的好可怕，这个看起来好密集恐惧，真的好可怕。不要，快点，快点，性感的，性感的，1、2、3，不行，我腿软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太密集恐惧了，你就不要吵啦。要走，很可，你很烦哎，好可，好可怕，我感觉随时都要冲下来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边其实就是壮观的，就是钟乳石嘛，但是我觉得没办法好好欣赏，因为我的目光全部都在蝙蝠上面。干嘛？哎，我抱，我背你，我背你，快点！不要！快点，快点，脚要摸它，脚要摸它。演员，你再上来！不要，我出去了，你们在干嘛？我真的腿了。哎呀，我们出去，我们拍完了。好可怕！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喽，拜拜。记得订阅，异想天开哦。他说好。发出好多声音哦。叽叽叽叽。要跟他们语言沟通。好可怕。